大家好，我是一口洞，正所谓敌不动我不动，敌都是动啊，我他还动，我是动我也要动啊。这游戏名儿动动动动动动。什么游戏名儿？好，我现在是个食草洞，你看这。哇，你可以吃树吗？拼命的吃草，哇，食树洞了，现在是啊。哇，那个房子还是食房洞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么快的吗？咦，食喷泉洞，哇哦，哟，食洞洞。耶，好，接着吃船啊，哇哦。食船洞。前面有个老鼠。哇，它在挂机，我的天哪！准大了，准大了。哥哥，我看见鲨鱼了，你有没有看见？真的假的？就在前面，上面。我觉得那是鲸鱼，你说是不是的？鲸鱼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它太大了，吃不了。我怎么还回来老本行，还接着吃草了呢？我把这个吃完算了啊，不要浪费粮食。吃鲸鱼。有道理，哥哥的道理。哦，塞不进去呀。洞太小了。是什么情况呢？哎呦！哇，这个小的可以。大白鲨。哇，吃马头，我的天哪，好厉害，我都这么大了还是第二名吗？这不可能。你是不是马上要成为轩辕巨口了呀？接着吃房子啊。哇，这可以。哦，厉不厉害吧？把这个监狱给吃掉，黑洞成长，畏惧吧人类。看我吃，哇，这是塞不下去了。哦，好，金鱼入洞啊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它为什么这么大？超级无敌大一口。不是你在炼丹吗？这个锅刚天哪。哎，他就在这不动你知道吗？是啊，不动还比我大。你在逗我吗？可能你也可以，哥哥，你只要站在一个航线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大家都会到你洞里来。接着吃老鼠。啊哈，哎，这个他是不是比我小了？没有。等我一会儿，我不想死小心被他炖了。哦呀，这都第三名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一座城市。哇，有人可以吃了啊！井盖儿，哇，我把井盖儿偷了。它下面怎么是实心的？我就想问一下。也对哦。啊，我还把底下的空间给一起吃了呗。我们可以吃树了，哥哥，好厉害！哇，这排树都是我的。哇，这是个啥？一个锅。就是个锅，你想起来了吗？啊！被吃了，我的天！哎，总有你吃它的一天。上面有个哈哈，你等着，我要把那个青蛙给吃了。哇，撑掉，撑高。哇，顺便把护栏吃掉。怎么刚才吃了一个，你看见没啊？超厉害的。哟，现在可以吃车了嘞。哇，真是走一路吃一路。对呀，绿化带都没有吃了。这房子也被你吃了。哎，你可以吃房子。说到房子，能不能吃房子？试一下看看。哇，真的可以，一条一条的吃。哥哥，下面有个停车场。你看分解了都。哇，公园，一般来说得公园者得天下。哇，把这个寡给吃了，还有个小怪物，小怪物。呀，怪兽我来了。接着吃房子。太多，塞住了啊！我怎么都塞不下了，我的天哪！完美。哎，哥哥，你再往下还有个可乐大楼呢，我刚才看见超大一瓶可乐。嘿，把这些住宅都给吃了再说啊。你看这，吞都吞不下，塞不掉了，我顺便还吃了一个小瓜。这就是你说的可乐大楼啊？啊，这能吃吗？哦，刚好一口。看见可乐大楼了吗？就在右边。我的天哪！小可乐。喂，再把这边的商业住宅吃掉。哇，你怎么吃了这么多人？你吃了11个对手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获得了一个老鼠皮肤。来。哇，好多大楼啊！接着往这边走。哇啊，这个锅。喂，再把这个绿色的吃了，就圆满了，好吗？哇，圆满了。不管你是不是最厉害，反正就是你把你对手都吃光了，没有太强了，还有谁呀？啊？哎，你的左上角还有一个哦，赢了，第一名啊！我现在是一只怪兽了，所以我们到了未来都市吗？没错，而且我玩的还是吃鸡模式。哇，那不是要吃别人？哦，你还有20个对手，哥哥，我只有活到最后就完事了。好多箱子，发财了喂！未来都市的人也要送货啊？这是货吗？好，再到这边来，我电塔。哥哥，你有皇冠？哎，怎么皇冠时而在，时而掉啊？这怎么瞬间落掉了呢？啊？哎，开始车了。哟，这几个大货车，都是我的。这好像是不一样的车啊，难道是磁悬浮？看，我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。因为你在吃菜。买。哦，再到下面来。哇，先把这两个吃了。阿波罗吗？这是？好像是的耶，快吃炸了，炸了这个。哦，这样他就吃不到了。再把这个车吃掉。哎，房子已经被吃了，我天。没错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吃房子了，接着吃个人。吃，哎哎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我是在运房子吗？啊？哎，可以，好，可以了。
三太麻，你知道吗？千钧一发，这个不行哦，真的不行。我只能把他弄倒啊。哦，哎，他成了第一名，我的妈，就在我旁边。哦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怎么这么恐怖呢？这是谁运的房子都运到马路中央来了？哎，我们可以吃小房子，虽然不能吃大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现在又长大了一点，来到了停车场。停车场的车全部归我吧。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是得停车场者得天下。机器人都被你吃了，哥哥。哇，这么大的机器人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比楼房还高，不愧是未来都市。未来是不是机器人是我们的统治者啊？长那么大。现在我15名，我要去杀人了。呀，光气狗。这里就是这里。啊哈。好像就想死一个。哟，胜利。这么快就赢了？好了，我现在是一口锅。哥哥，你这是煮了一锅绿翔啊？什么玩意？都冒绿烟了！你能不能不要因为它的颜色而决定它的原料呢？啊？真是！看看你等下又要往里面放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要吃草。他们那群人在干嘛？有没有草啊？他们互相都想吃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一直是贪得无厌的坑。草都被吃光了。完了，这你是说空岛了？怎么办？救命啊！到别的岛上去了。好，我们迁徙一波啊！哇！青蛙，青蛙，救命！我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哇、哦，好多草啊！刚刚那个只青蛙应该是想喝汤了啊，一直穷追不舍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回我来煮个草药汤。不，你可能想要带你。别追我，你这只猫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！你追，哎，我要笑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吃一颗树的，不吃了，不吃树了，不吃树了！不要追我，行不行？就倒霉我这个坑。是的，有你这个坑哦，哥哥。哇，来到了座无坑岛。哇、哦，这个草全都是你的了，猥琐发育，别浪。好的呀，别怕，别怕，你怎么又追过来了？哇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好，我们再到另一座岛去。哈哈，哇，这边的东西都是我们的。这个岛是我大爷，再吃个船。哇，现在石头什么都是你的。对呀，你看这。哦，马上就要成为深渊巨。后来居上了，是深渊巨锅。对，我想了一下。你看我煮的这个盆子，哇，好大，越来越大。好大一锅奇怪的汤，里面都是这些鬼原料。因为这个刀而发财。船，大白鲨，哇！这大白鲨和金鱼怎么都在水面上游呢？你在上面晃两下，这个岛都是你的了。你看，哈哈，我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。哇，这都能第一。拜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小洞洞了？哇，别人的城堡都吞了，你看着。哇，那边有个黑。哇、哦，金鱼汤啊！喂、哎，是不是你刚才在追我啊？是不是你追了我？好过分！还追我，叫你们追，哼！不知道最后会被我反杀吧？不知不觉了，太厉害了！最大体积就是你，再来个金鱼吗？还剩最后一个人了，他就在右上角。真的吗？要看真的耶！来。吃掉，胜利，拜！赢了美军人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那记得点关注、按个赞或者分享之类的。好，我们下期拜。